就是要试探一下他所谓的随管土的领土扩张模式是否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第二个试探呢，他就要试探一下中国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底线在什么地方。那么第三个就是要试探美国对他的协防程度能到什么程度。黄岩岛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黄岩岛扼守南中国海的东门，对于中国实施南海挤占式油气资源开发意义重大。